啊，小姐姐，我想要份紫米芋泥奶酪砖。芋泥不够了，紫米不够了，我给你加点芋泥了。对，紫米不够了，我给你做芋泥奶酪砖。你是会说话。芋泥打底，这是你自己做的吗？是，通宵做了一晚上。这一份是多少钱？12块钱一份。那还蛮便宜的呀。这个不挣钱，主要是材料买多了，用不完，快不吃了。好吧。奶酪里加了酸奶，就是我今天打的。都用的什么奶酪啊？用的很贵的奶酪。其实我用量很大，好家伙，全部都给我了吧？主要是今天我就想下班了。你不吃吗？可以的。这个是紫米。哦。喜欢吃芋泥。喜欢呀、啊。谢谢你。我感觉你这一碗的芋泥都给我了呀。真的12块钱吗？这个？是啊。快点卖，等一下买我一副光啊。好好，一定买。那就好了啊！哦，哇哦，全是哇！我这一份12块钱真值当，耶，拿不住啊！真的是一块板砖，12块钱一份的芋泥奶酪砖，这个分量真的很大，很 OK 哦。哇，里面是紫米夹心，外边裹着奶酪，然后还有芋泥，好好吃。哥，我想要点傣味烧烤。好，你自己选吧。你帮我配个100块钱左右的吧。100你吃不了。啊？没事，配100的吧。真吃不了哦。没事，你配100的吧，哥。好，鸡吧，28。28呀。对，大片五花肉15。哦，15。罗非鱼25。25。对，5块五块，对，全是5块。哦，素的都是5块是吧？对，土豆要吗？要土豆。加个土豆。好，我偏要一个。好的好。还有西瓜，免费送给你。啊，还免费送的哇！对，吃得了就吃。人还怪好的哥。小串全是1块的。好呢。吊龙最好吃，给你来10串。好呢。牛肚也好吃，来10串。好呢。一共103，送你100。好的，谢谢哥。这些都是我们百纳的特色，面五花肉。好。家人们，感觉这才是正常的烧烤物价。100块买了这么多，然后还送了半块西瓜。嗯，香香。哥，我要份参烤鸡爪。哎，好嘞，你要啥子辣度嘞？微辣就行。微辣嘛，你找得好，找得好，我给你安排。好的，好的。它这个都是用炭火烤的呀。我们全是炭火烤的。那你这个用的什么辣椒啊？辣椒，我们这边是3个辣椒，有那个印度椒，那个魔鬼椒，还有威南，这4个辣椒。好的，好的。它会很辣不？是有点辣。又点了份炭烤猪蹄，先卤后烤，真的要香迷糊了。我想要啊，这个是哪里的特色呀、啊？我们这边嘛，就是那个重庆啊、成都啊，各个地方结合的。看着就好霸诺，这配点啤酒，真的给啥都不怕。嗯，香香。哥，加上名怎么卖的呀？5块钱一斤。哇，那这一张有多少钱呀、啊？这一张能有3斤，30块钱吧。好的好的，我要一张吧。好嘞，稍微一等，马上啊。好的好的。哥，你这一天得做多少张呀？我一天就60张。哦。做完拉倒，做完收摊。啊、哦，好的。哇，这个折子。要不它一口咸一口淡，不好吃。哦，你做这个多久了呀？15年。我用15年的时间把这些饼烙成咱大庆的一个上最小的。好厉害呀！像个枕头一样，哎呀。呵呵呵呵，给你烙出来了，这个。嗯，香香。哥，我要份猪腰汤。哦，好的。它里面都有什么呀？猪腰、鸡翅、生蚝、龙虾。龙虾，好补啊！龙虾补不是很补的，要是加在汤那里呢，就得鲜甜，加上个汤就好了。哦，那这个用的是什么汤底啊？这是我们的秘制汤。潇洒，为感情犯错。你这一件给出多少锅呀？200多，加满。看得我都要流口水，这真的太哇塞了！嗯，喝起来很鲜，香香。姐姐要个顶配的土豆泥拌饭。好嘞，17啊。好呢，好呢。顶配的啥都有啊。啊、哦，哇，这土豆好酥脆呀、啊。对，外边全都是脆壳。嗯。还有肠。对，肠也特别脆啊。煎蛋。对了，
没什么大愿望。这个是什么呀？没有什么事要干，都是咱自己炒的啊。好的，一只山，香花、葱花、香菜啊。乌云还挺大的，冰在头上吹不散。白糖正常不了吗？啊、一点点啊，哇。棉花糖，什么烦恼不能忘？特别香。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，哪个风景都漂亮。肉末，对，满满的肉末，三层哎，对，一层啊，黏黏糊糊的，香香。Hello， 小姐姐，这是卖什么的呀？这是我们贵州的折耳根坛面。哇塞，那这里面都有什么呀？这里面有我们的贵州黄牛肉啊，有我们的香菜折耳根。哦。折耳根是什么味道的呀？香香脆脆的，贵州人都爱吃是吗？对，哇，姐姐面瘾真的好大的，配上这肉。对，我从小吃到大，吃泡面我就只认金麦郎。哇，这个场馆真的好热闹，听着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们当地几十年的传统，今天又是球王争霸赛，晚上还有音乐会呢。那好的，加入灵魂酸汤。折耳根坛面好了啊，谢谢。带上我热腾腾的折耳根坛面来散场看 NBA， 真的太舒服了。这场全民拿球赛真的超燃超精彩，让我享受了一场纯粹的热爱与欢乐。球员跳起的瞬间就跟金麦郎坛面一样超有劲，贼拉 Q 弹，酸汤特别开胃，搭配折耳根意外的好吃，牛肉也是超多超大块，就幸福了。哥，这个牛肉是怎么卖的呀？这个是55。55一份是吗？对。这个是什么部位呀？上脑。上脑部。对。都切这么大片了吗？对。因为这块肉嫩。哦。又捡了一份全麻肥肉。这是甜麻肥哈，开始都要流口水了，先麻先辣的，它的回味中还是带点甜甜的口感。这么远来一趟真的很值，开跑一下。前两天一直都在网上刷到齐齐哈尔烤肉，今天终于吃到了。这个肉片它真的大到夸张，大口吃的感觉真的很香啊！黑椒牛排，这个烤的时候可以闻到那个奶香味，入口的时候也可以吃到奶香味。拿苏子叶包着吃一下，叶子很香又很解腻，就是谁能懂这一口下去的幸福程度啊！好好吃，果然烧烤美食治愈一切，不光肉好吃，他这家店也好有氛围感。玩互动游戏，给得到周边，画个笑脸，周边三选一，而且数量有限，是先到先得呀。有帆布袋、扇子，我领了一个木鱼，吸血宝的时候哐哐两下，还挺好玩的这个东西。姐姐，我要个30的好了。好的，这里是汕头的小吃吗？是啊。好、哦，你们家做了多久了呀？我们几十年了。几十年了。老师是自己的锅。哦。还有我们现在每个地方朝阳啊、广州啊、香港这些地方都有食客的。好的，好厉害呀。越南的梦，有风烟将飘过。原来的不走挂在墙头酥酥脆脆的香香。Hello， 小姐姐，章鱼足怎么卖的呀？我上次要章鱼足半条20、25、30，一条35、45、55。啊，我拿一条35的吧。来条35的。嗯呐，先挑章鱼足啊。嗯。哇，这都好大一个呀。这一条行吗？可以。好的。嗯，还想要一份年糕。好的。还有别的吗？加个鱼饼。加个鱼饼。哇，这个年糕看起来好入味。是吧？就是酱汁浓郁。嗯。还有别的吗？再来两个鸡爪吧。OK。那我给你算账呢。嗯。一共是鱼饼年糕15，加35的章鱼足是50，加两个鸡爪14，一共64元。我这加了肠是多少钱？加米肠加10元。一起是74元。好的。你好的鱿鱼怎么卖？章鱼足半条20、25、30。章鱼。这个酱料也是挑鲜的啊，秘制的。再给你来点啊，好解腻的。是甜辣口的，嗯，香香。